我们一起养的蚕宝宝已经长那么大了，之前的小不点现在长得白白胖胖了。蚕宝宝长得也太快了吧，小时候是把桑叶剪碎了喂，现在是整片的丢，它们应该快要结茧了吧。从小养到大的太空舱观察盒里面就有结茧室呀，而且盖上以后有透气孔，方便观察，还不会爬出来。现在买科学观察盒还送蚕宝宝呢，你看绿色托盘能取出，这样清理食物残渣和便便就非常方便了。下面还有抽屉，放养蚕用的工具非常实用，还送了养蚕手册呢，关于蚕宝宝的知识点里面一网打尽哦。一起来养蚕宝宝吧，观察它们的生长变化，见证生命的神奇。